整个地上都是都是。那上面的屋檐都还有水滴滴下来啊。对啊。挡不到。不行啊，这样不行。他这一天24小时都在那里啊。不可能呢。滴还滴到他前面来了，变的几率不大。回到那里也是请他们下来。喂，小姐你好。哎，我是派出所。是。能麻烦下楼一下。是动保警察。对啊，动保警察，对啊。马上就把他带走了。高高科。这一带走都走可以了。啊。我也走太多了。人家有拍到淋雨呢，你人家拍照淋雨啊，狗难免都会淋雨的嘛。哎，依照动保法这样是不行的。所以呢，请你们先离开，我会把他带进来，我会带他洗澡，好吗？